你好。你怎么样？我没有事，我要去上班。哦，你要去啊？我听说啊，现在在电影有一次新出的电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三十号你有事吗？我没有事，我要去看电影，一起可以吗？你可以去和我一起去看电影，对对，新电影，新出的电影，对对，我听说新出的电影名字外国人，你听说这个电影好看吗？这个电影很好看，这个电影很意思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意思。好，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新出的电影，三十号晚上六点。可以可以，我没有事，我可以去和你一起看电影。啊，好，你有你有是二十九号晚上去买两件两张票。OK， 我去买两件票和我和你。啊，好，然后我。坐地铁三十号晚上，我坐地铁去西单，去电影哦，可以。你什么时候来西单电影？电影院。那电影院。我来西单电西单地铁站。地铁站什么时候？地铁站，我九号九点，我九点来西单地铁站。哎，对，好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九点。哎，九点。九点，晚上九点。晚上九点，你应该来晚上五点半。对。电影开始，电影院开始六点的，六点，哎，对，哎，很好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你们。